这个地方有个肿瘤，存活率并不算很高。我真的很想让我们恩心过得幸福，这真的有那么难吗？做错事的人是你老公，我到底犯了什么罪？马上从我家出去！我这辈子都像影子一样活着，难道还要像影子一样无声无息的消失吗？让妈活下去，志勋。 我的母亲因为肝硬化，必须做移植手术，但我的血型不合，所以没办法帮她。要先办结婚登记吗？要先协商契约条件，你想要多少？在我女儿长大成人，能够自力更生以前，足够她花用的钱。9月1日晚间9点，未来戏剧台《结婚契约》。